好，我们是信望爱社，我们因着同一份信仰而相遇，因着同一份真理而相逢，因着从神而来的爱相聚在一起，成为一个大家庭。我们彼此扶持、关心、分享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共同面对生命中的挫折及挑战。透过读圣经、唱诗歌、小组分享、体验活动、社团出游等方式，更多认识爱我们的上帝，也更认识彼此。寒暑假也会一起参与各样的营会及服务队，一起在信仰中成长。你想加入我们吗？9月22日星期四晚上7点，管理学院104教室，期待与你们相遇哦。9月25日星期日晚上，社团博览会也欢迎参加。